敬茶，掌声欢迎我们的伴郎嘉达以及他伴娘慧芳。我们的伴郎嘉达呢是新娘的大学学弟啊，平时待人有礼，而且不到日常，热心好相处，热心善良好男人。伴娘慧芳是新娘的大学好妈咪啊，人美心地善良，而且冰雪聪明啊，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女孩。再给我们伴郎伴娘一个热情掌声。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男方主婚人敬茶，掌声欢迎我们的男方主婚人，也就是我们自信的爸爸跟妈妈，欢迎大儿来到了台湾，希望能够为小两口献上祝福。而我们自信的爸爸妈妈就是自信的生活支柱，辛苦抚养我们的新郎长大成人。而在今天能够完成这个幸福的喜宴，都要非常的感谢我们新郎的母亲协助还有支持，请大家再给我们男方主婚人一个热情掌声，谢谢我们的男方主婚人。我们也请男方主婚人回到我们幸福的主桌入席。各位，一段婚姻的促成呢，过程就像爱情电影一样，对不对？少不了帅气的男主角，请大家等一下掌声加尖叫，一起来欢迎我们的新郎司机敬茶，掌声欢迎我们的新郎。我们的丈母娘陪着我们的新郎一起进入会场。古人常说啊，这个丈母娘看女婿真是越看越有趣啊，哎呀，真的是非常的认同这位好女婿。我们的新郎司机是一位充满耐心而且心地善良的好男人，创新有想法，生活总是能够多彩多姿，让彼此都能开心的度过每一天。再给我们新郎跟我们的一组一个热情掌声。来，接下来我们要请新郎跟我们的这个新娘宝宝一起哈，先准备要来迎接新娘进场前，要先问你一下哈，新郎内心会不会很紧张啊？好紧张，非常紧张。就半年前打电话给我说，他紧张到现在了啊！有没有很期待要准备迎接新娘的进场呢？期待。啊，你比我更期待啊！哎呀，太好，比新郎还更期待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男主角已经进入会场啦，请大家用热情掌声来欢迎我们最美丽的新娘组合，加油，进场，掌声欢迎。这首歌一样，人海中遇见彼此，再给我们新娘，给我们新娘表白，一个热情掌声。我们热情的宝宝要牵着最美丽的女儿，要牵住她漂亮的手，准备交给我们的司机了。美丽的嘉如，一个热心好相处，而且待人处事有信心。不要发抖，哎！一位非常负责任的好女孩，来，我们请我们的新娘跟我们一起步入到我们的红毯中间，也有女方主持人的掌声跟祝福，能让我们一人得以祝福，也请大家再给我们新人一个还有热情掌声，好不好？那么接下来的会场当中，相信呢大家也很期待他们组队要来交手的过程了。不过在交手仪式之前呢，我们要先请我们的新郎来先给我们的男方主婚人一个敬礼，表示感谢啊，感谢岳父照顾家那么久，细心教导下，让家如能够寻找到他的真爱。那么接着我们也请岳父给自己这个好女婿一个深情的拥抱。爸爸认定了司机这个好男人，要将这份爱继续延续下去。虽然不舍心爱的女儿，不过找到了相爱又稳定的好男人，是爸爸最大的期望。接下来，我们请司机伸出您的右手，爸爸决定权在你喽，是不是将我们嘉如左手交给咱们的新郎呢？来，请准备交手，请。爸爸现在正在思考当中啊。来，我们倒数十秒，不是？来，我们请爸爸将我们新娘的手来交给我们的司机。虽然我们不舍，但是能够认定这个好女婿，我相信也是未来能够幸福美满的。我们请摄影师来帮我们捕捉最棒的镜头，代表对小两口的支持跟信任。
亲爸爸还有我往这边移动哈。接着我们要请小两口来给我们李芳主持人一个敬礼，表示感谢，请。永远有家的感觉，我们再请李芳主持人给我们小两口一个深情的拥抱。虽然万般的不舍，但是我相信一家变成亲家的日子哈，大家一定都能够和乐融融，而且幸福又团圆。在我们的婚宴当中呢，可以说我们小两口也是非常的开心，能够迎接我们最美好的未来。我们也请李芳主婚人来回到我们幸福的主桌入席，谢谢我们的李芳主婚人，再给我们李芳主婚人一个热情的掌声，谢谢李芳主婚人的同学信任与支持。就像这首歌一样，因为家的感觉，让彼此紧依在一起吧。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司机跟家如一起进场上台，掌声欢迎。小两口彼此有爱，让他们的人生旅程更甜蜜，因为爱情的坚定决定共度一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小两口都能为家庭一起努力，同甘共苦，负起责任，照顾这个甜蜜的家。我们也请我们的司机家如我们的新郎新娘一起上台，小心哦！再给我们新郎跟新娘一个热情的掌声，好不好？当然，有许多的亲朋好友、贵宾们从小生看着我们司机跟家如长大，在这边呢也实现了人生的圆满梦想之一，祝福我们小两口都能白头偕老，永浴爱河。而最重要的就是各位在我们新人走红毯的过程当中，不知道能够闻过一种气味，最近很红的哈密瓜有一种哈味，对不对？当然我们也说呢，所有的亲朋好友这里真的非常的有趣味，而我们准备的山珍又海味要跟大家品尝，双方的主婚人可以说充满了富贵的气味，而小两口从红毯到台上闻到什么气味呢？答案就是幸福的滋味。再给小两口一个热情掌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小两口一起来往右边移动，来进行我们的蛋糕塔的仪式了。当然，我们的司机跟家如接下来呢就要一起同心协力了，所以接下来请工作人员来帮我们引导我们的司机跟家如，来一起拿着蛋糕呢，象征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来，请切一下我们的蛋糕。但想未来遇到任何事情都能迎刃而解，而蛋糕的甜甜蜜蜜呢，也代表了夫妻未来感情甜如蜜。也祝福司机跟家如都能事业顺利，比天高，身体健康，万事好。再给他们热情掌声。接着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帮我们引导一下我们的新人来到我们的酒杯塔。酒杯代表相敬如宾啊。而这个相敬如宾，就希望我们司机跟家如未来生活都能过得更好、更充实，而且都能够互相的帮忙。请新人将香槟倒入酒杯塔内。塔代表高筑的城墙，意味着要祝福我们的司机家如情比金坚。而甜美如甘甜的美酒呢，倒进酒杯塔内，也祝福着我们司机跟家如爱情都能甜甜蜜蜜，如泉水般。细水长流，延绵不绝。结婚后的小两口，事业步步高升，贫富青云，生活美满精彩，好事也不间断。再给我们小两口一个热情掌声。来，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我们请摄影师来上台，灯光请帮我们打开，谢谢。好，那么当然我们的司机跟家如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我们舞台上了，对不对？那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准备来拍一个大照了哈。那接下来摄影师来准备好了哈，来我们请新人往内转，面向我们的摄影师。来，我们请灯光帮我们打亮，请我们摄影师来个拍照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大家跟我一起比个爱心，好不好？小爱心、大爱心，对不对？越大代表越甜蜜啊。好，那么接着我们请所有亲友们数到三，一起比下你的爱心，一、二、三，幸福长久，而且都能永远在一起。大的比较有爱心的。好，谢谢我们一起面向我们的亲朋好友。那么接着呢，当然除了双方的彼此情投意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把双
们的支持跟成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用热情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男方跟女方主婚人，请上台，掌声欢迎我们的双方主婚人。因为有双方主婚人的支持成全，才让今天思琪跟嘉如举办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婚宴。都要感谢我们双方家长的支持还有赞同，让新人婚宴可以说呢更添圆满更添幸福。来，我们请小心哈，来请上来。来，我们也希望说所有的亲朋好友贵宾们可以拿起你们的手机还有相机来记录这最棒的一刻，而且呢也是最幸福的时刻。也希望大家呢也透过利用这个 FB 啦，或者是 LINE 啦，甚至是 Twitter， 可以把我们今天的婚宴幸福来传递给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共享这个幸福的时刻。也希望我们的思琪跟嘉如小两口都能够快乐幸福，而且圆满长久。再给我们双方主婚人一个热情掌声。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我们的思琪跟嘉如新郎新娘一起先转身面向我们的男方主婚人。未来呢，我们嘉如就要跟思琪共结连理，结婚之后也成为了五家媳妇，夫妻之间一定要相敬如宾，才能家和万事兴。我们请新人来给我们男方主婚人一个敬礼，表示感谢。那么接着我们也请男方主婚人来给我们新人一个拥抱，代表支持肯定。也希望未来都能够成为非常棒的佳偶。接着我们请面向我们的亲朋好友。接着呢，我们就要请我们的新人思琪跟嘉如一起转身面向我们的女方主婚人。我们请小两口来给女方主婚人一个敬礼，表示感谢情。因为嘉如奉献成全，才让嘉如的一生托付给思琪，成就小两口。接着我们请女方主婚人来给我们新人一个拥抱，代表肯定、成全与支持。未来新郎要好好的照顾新娘才行哦。当然有许多的叮咛，也希望未来都能够一起快乐幸福圆满的守护我们的大家庭。那么接着我们请工作人员来为我们递上酒杯，来给我们的双方主婚人还有我们的新人。我们也请所有的亲朋好友贵宾把你的杯子斟满果汁或红酒。接下来哦，这个是用我们的思琪跟嘉如他们呢特别想出来的祝福语。因为呢我们都知道仪式仪家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所以呢有仪思跟仪家嘛，对不对？那再来呢，请大家等一下举起酒杯要祝福新人，就跟着一起说幸福美满，好不好？那么接着我们请所有亲友们酒杯捧高，也祝福，也希望我们的新人跟双方主婚人将酒杯捧高，一起祝福我们的新人宜思宜家幸福美满。请干杯。感谢我们所有亲朋好友贵宾的莅临，让婚宴更添圆满更添幸福。我们请工作人员来为我们收上幸福的酒杯。也要感谢我们双方主婚人支持成全，也要感谢新人们的相知相喜。接下来我们就请双方主婚人还有新人跟着阿国一起来感谢我们远道而来送上祝福的所有亲朋好友。一二三，谢谢大家。也请大家一起来享用由双方主婚人新人还有我们阳澄高尔夫球场餐厅特别准备的幸福佳肴，请上菜，请大家尽情享用。我们请双方主婚人回到我们的幸福主桌，一起来享用幸福佳肴，请来。我们男方主婚人要特别小心哦，请工作人员来帮我们引导，谢谢，小心哦。那么当然在我们双方主婚人入席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嘉如特别交代过我哈，刚刚你念那个闯关的那个五个守则会不会很累啊？不会，我有人帮我，不过累啊，其实也是很累。
很累，对不对？因为呢，这个你讲中文也不错，而且也勤学中文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对很有意义，对嘉如而言，对我们所有亲朋好友而言呢，都可以啊，是一个非常棒的祝福。那当然，你刚刚念完那五个守则，别人帮你念，但是你自己心中也会念一下，对不对？而这个嘉如呢，在前几个月当中呢 ，email 的给我，他说他写了600多条的爱妻宣言啊，希望我们的司机今天能够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但念完可能是明年过年的时候了，所以。我们简化了这三点爱的宣言，等一下我念完这三点，小两口就一起回答我愿意哦。第一点，双方是否愿意照顾彼此一生一世，相互扶持。第二点，双方不论贫穷或富有都愿意不离不弃。第三点，双方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能永远陪在彼此的身旁。倒数3秒一起回答我愿意，3、2、1。哎，再大声一点好不好？1、2、3，我愿意。哎，先别急着拍手，因为有人要准备拍手了哈。这各位去户政事务所办登记，是不是都会盖印章呢？小两口现在有没有印章在身上？没有，对不对？很好，我想到了一个妙招，我们请小两口深情款款面对面，请大家跟着阿国一起喊，请用印，好不好？好，来，1、2、3，请用印。正式生效，谢谢我们所有亲朋好友、贵宾们的见证，很爱情能够长长久久，而且甜蜜幸福。再给我们小两口一个热情掌声，也请我们司机跟嘉如来回到我们的幸福主桌，一起来享用我们的幸福佳肴。感谢您，谢谢。那么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